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主持人蔡小军。基隆农历七月的重头戏就是我们的中元祭即将到来，那今年是轮到我们的李姓宗亲会来主谱，有什么样的特色呢？然后今年又碰上了新冠肺炎疫情，在执行上又有哪些挑战？今天都要带大家来深入了解哦。为您邀请到两位贵宾，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文化局局长陈静平。小军好，道长好，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局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基隆雷城坛道长李务己。小军好，局长好，还有电视前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午安。道长好，道长好。我们要带大家先来看，就是迈入167年的中元祭，今年是由李姓宗亲会来轮值主谱，不受疫情的影响，依旧是持续传承，我们会看到基隆人满满的生命力，一块来看看。看这段影片可以感受到我们基隆人满满的生命力，这就是我们基隆中元祭的特色。那要请教局长，今年碰上疫情，这执行上是不是有些挑战？的确，今年碰到新冠疫情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在筹备中元祭的期间，其实遇到非常多的挑战哈。那今年进到中元祭的167年。这对台湾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定的民俗哈，也是第一号的无形文化资产。那在疫情之下呢，我们百年的传承不能断，所以我们思考的如何让它能够更好，但是防疫也要能够兼备的状况下来完成哦。那今年虽然目前是疫情从三级降到二级，但是在降级的当下，我们要举办这一个国定的一个文化的资产哦，我想各界都非常的关注。那我们今年有几个重点哦，就是第一个是在大家最关心的放水灯的部分，我们是不徒步游行，不进行表演，然后也不封街管制哈。那最重要的是在各项科仪的部分，我们是遵照传统，不过不开放一般民众入场，所以这一点也要请各位民众多多配合哈。在家看直播，然后关心基隆中元祭，但是我们尽量少到现场去哈，以免造成群聚。可以看到文化局相当的用心，他们用了不同的方式让大家一样可以来参与这一项中元祭哦。那说到中元祭哦，大家就会想，哇，今年到底轮值到哪一个姓氏呢？今年是李姓宗亲会，那到底有哪几个姓氏在轮值主谱？我们一块带大家来了解。西元1855年，咸丰5年，张权士绅开始以普渡盛会代替械斗，化解两族之间长期的仇恨。因当时人口较少，与会只有11姓氏，经抽签结果依序为张廖简、吴、刘唐杜、陈胡姚、谢、林、江、郑、荷兰韩、
赖、许，十一个姓氏轮流举办中原普渡。到了民国43年，李、郭、王、杨、曾、黄、柯蔡、秋秋、苏州莲、钟孝业、白、余徐图、董同等字姓组成莲姓会加入，成为第12个主谱姓氏。民国70年后，李、黄、郭姓先后脱离莲姓会加入，成为15个字姓，到现在仍有15个字姓轮值主谱。借着姓氏轮值，靠着宗亲会的力量，基隆中原记才得以延续至今。哇，就是我们的15个宗亲会，今年轮到我们的李姓宗亲会，我们就要请道长来跟大家分享故事了。所以从李姓在筹备这一次的过程中，其实不但要兼顾传承，而且还要面临这一次的新挑战。对，像我们中原记有167年，今年刚好是第167年，由我们李姓宗亲哈族谱啊各姓来帮忙，就好像在做喜事啦，刚开始的这种为疫情这个关系啊，照理说我们都要弄酸店、火店，早期是在有时在马林坑啊，后来在竹山啊，今年比较特别，今年又就疫情的关系哈，我们李姓宗亲会有到苗栗啊那个山区啊去选族，啊就人员也有减少了，好像就是我们理事长还有那总干事一些啊两三位。啊，去到现场啊，去火点，去酸点，啊，不然哦，啊，来祈求在中原祭的当中啊，在建教，这是好像在做喜事的意思，啊，让我们基隆市的市民能得到上天的庇佑，还有看我们在我们的研法当中也会跟上天呐、啊、瘟神呐、啊、祈求说瘟疫啊早离开我们这个台江啦，让我们的台湾的市民哦。啊，或台湾的这国民们，大家可以免受这疫情的伤害啊。中原祭也是祈福啊，就是要祈福，向上天祈福，而且再来是说求老大公啊，那啊神恩哦，啊庇佑之下啊，让我们基隆市民大家可以安居乐业啊。在选族当中也是人员比较会有减少，啊去选点，起码等到这里农历的7月11号啊，会竖灯高个仪式。昭告就是说，跟天神地旗，还有一些水路的五祖孤魂啊，告知他们说，我们基隆要做办大喜事的，每年都会举办的农历的7月，啊，举办这个建教的科仪的仪式，然后就一来是求上天赐福，啊，二来就是说悲天悯人的那种心境啊，来施舍这些孤魂野鬼。所以可以看到，尽管碰到新冠肺炎疫情，但是这些传统科仪都没有减，尤其是在选竹这一部分，一块来带大家来看看到底竹子要怎么选呢？为了挑选农历7月11日竖灯高仪式中所需要的竹子，特别选择了黄道吉日远征到南投竹山，因为这里是全台竹林密度最高的地方。宗亲会重要干部领袖在道长的带领下，先祭拜山神和土地，接着走进竹林进行挑选。重点是，就是要向阳面而外形笔直粗大的竹子才是首选。把选中的竹子绑上红带子后，再直角完成整个选竹仪式。选点哈，就是讲哦，这竹头哦，这竹头哩吼，竹尾遐向东向阳。像太阳的向阳，吼，它是朝东的吼，竹啊会较润湿，风吹吼袂去安尼吼，北一北登去。我咱这是要做结束的，徛灯果当中徛足悬的，啊嘛要照应吼，这個、天神地基，啊嘛如果要照应这个水流的吼，这个无主的孤魂野鬼，因为咱中元节吼来拜三拜公，啊一来是拜三拜公，二来就是讲大发慈悲心。吼啊，悲天悯人的心境，啊，来剖析这地府这无主孤魂野鬼，吼啊，今日这个火德，达到你讲初德，唔是讲初德初点灯的，过来来较老德，唔是指德，老较老德向灯的吼，迄德吼，
会较润湿，嘛该用。啊，你来讲看清清足水的迄款灯哦，厝内迄款灯会解吼凹断去的机会，风吹落断去的机会较大。所以可以看到选竹子真的是要有学问哦。啊，刚刚也有听道长讲，今年李姓呢，他们就没有到南投竹山，他们是选择在苗栗，一样是选择非常雄壮威武的竹子。那接下来要请教局长，因为其实中原祭这次碰到疫情，其实集结各中心会的力量，哎，有是蛮辛苦的，对不对？如何来进行这一项工作？刚才道长有提到说，中原祭其实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悲天悯人的精神了哈。他当年，起初于当年咸丰元年的时候的张权械斗的一些缘故，所以我们有一个族群融合的一个想法哦。那所以我们为了要让这个百年的传承不要断哦，其实在当大家都在在家上班或是分流上班的时候，我们同事们其实一直持续不断，辛苦的在进行各中心会之间的联系哈。那尤其今年五月份开始，疫情非常的严重，那要不要继续举办中原祭这件事，我们其实面临了非常大的挑战，跟我们也常常质疑自己，就是说到底这件事要不要继续走下去，那应该怎么走下去？那不过因为去年刚好同白族谱的时候，其实也同样面临到新冠肺炎的疫情，只是去年的状况没有这么严重哦，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些经验了哦，那我们就把去年的经验让今年加严而且加强来进行管制哦，那也跟中青会达成一致的一个共识，就是其实各中青会也非常体谅大家哈，那也很担心，就是也关心中青们中长们的一个安全跟健康，那所以大家有一些共识的状况下，包括老大公庙、庆安宫跟族谱的李姓中青会哈，其实都同意我们今年用缩小规模跟缩减人数的方式来进行今年的一个月的中原祭的活动哦，那各中青会也会造册进行出席各科仪的名单，那这一个月未来的一个月所有出席活动的名单，我们都会依照我们现在已经造册的名单来哦。那就是这样子，能够严防不是在活动范围内的人员来进出，也减少感染的机会哈。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当然还是十连制量体温、喷酒精跟进出动线的规划，这是一定要的哈。那当然全程还要佩戴口罩。那中青会这里，我们当然会限制他的人数的进出哈。不过我们庆幸今年轮值的李姓中青会非常的帮忙哈，也说服了其他县市的中青会，那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安全而且平安的度过今年的一个月的中原普渡。是真的要平平安安啊，这就是我们中原祭最大的精神哦。那紧接着要带大家来看看哦，其实中原祭它有一些传统的科仪，像是我们要拜访四大庙，接下来我们的老大公庙要开灯，虽然没有办法今年不可以自由自在的来去，因为都有造册嘛，但我们要透过镜头带大家来看看科仪的进行。早上九点开始，拜访放水灯游行队伍会经过的四大公庙：庆安宫、奠祭宫、觉修宫和城隍庙。随后也前往老大公庙，向众神明和老大公报告，祈求即将开始的中原祭期间风调雨顺、阖家平安。农历正六月的最后一天，老大公庙依科仪习俗，在晚间11:30举行开灯夜仪式，又称起灯角。首先前往祭拜写有轮值主谱15姓氏的薪火相传斗灯，接着由福会首长、老大公庙主委以及主谱的宗亲会代表共同开启，完成后回到二楼老大公前再进行祭拜仪式。凌晨0时一到，按钮点亮数千盏普渡宫灯及主牌楼灯，老大公庙顿时大放光明，照引老大公、好兄弟返回人间的道路，鞭炮声不绝于耳，
宣告基隆中原祭揭开序幕。今年吼，咱基隆中原祭适逢这个疫情期间，讲实在更加有这个意义吼。老早讲好像伫一定会保庇咱家人吼，咱台湾这个无灾无厄吼，大家拢一起平安健康。在民间信仰中，认为地狱是幽暗的，好兄弟要回到阳间接受供奉，需要灯笼引路。因此，在农历七月期间，基隆市区各处都悬挂着庆赞中原普渡宫灯，为孤魂野鬼照亮道路。哇，这个开灯夜，还有我们的拜访四大庙，其实是有故事的哦。我们要请李道长来跟大家说故事。早期啊。上一轮啊，以我所知，理性中心的时候，上一轮，那时候我的父亲也是理性中心会的理事长，他也是那时候刚好中原祭的担任的主任委员，啊，那时候他就跟我说，我们基隆市刚好就每15年才会轮到族谱，这是很隆重，也要慎重，啊，也是要一种很严肃的。啊，再来有那种敬意来祈求上天，来膜拜老大公。再然后，那我老爸说，不，我们就举办一个四大庙，来去拜访啊。第一站就是妈祖庙哦，庆安宫；第二站是奠基宫哦，开漳圣王；第三站就是觉修宫，就是那个田都元帅；第四站在城隍爷啊，第五站就跑到老大公这边。大部分都是五月底或六月初啊，农历的。啊，就找个吉时吉日啊，去参拜这四大庙的众神，祈求说，因为我们北部基隆啊，台湾到了夏天呢，台风都比较多了啊，台风比较多，就祈求众神啊，以他们的神力，还有老大公的神力神威啊，把台风哦，轻轻的拨一下，它可能就往上一点，或者往下一点，不要来台湾。像今年一样吗？那个烟花本来是冲着基隆来的。对啊，那时候好像冲过来的时候，主埔神就没有办法张灯结彩的啊。啊，老大公就要靠你的神力把它退一下啊，就不要进来台湾。鱼来没关系，台风不要进来。啊，这样让我们可以基隆市或是各县市都会安居乐业的。啊，到等到主埔神都已经哦张灯结彩就好的时候，会在那个农历的7月12号，啊，会有个开灯夜的仪式，在主埔神那边开灯放彩的仪式。那开灯放彩的仪式是说，昭告说啊，水路上的这些无主孤魂啊，这些好兄弟们，所以我们在主埔神就是现在好像现代版的7星级或是6星级的大饭店。这边主埔神就是让你们整个七月，你不管去哪边哦，在基隆市哪边用餐，哦，然后去在那个坡道修坡道、峡谷坡啦、公坡、庙坡，什么坡拢好，哦，整头坡拢好。你来假后暗时要休困的时候，就是在主埔神，这是要让你们休息的地方。等到8月1号要关看门的时候，要把你们送进去的时候，这个仪式就全部就是说。就结束了，是这个意思。好啊，那7月1号会有开龛门的仪式，就啊邀请老大公，啊，这刚好是一年一度，他一个月刚好这个一个农历七月可以出来这边放风，啊，邀请他们，我们那种有那种诚意邀请你，啊，没有那种心意留住你，啊，我们就有阳间哦，我们想要享用的东西，顺便啊先给他们享用一下，我们再来持用，这也是一种保平安的效果啦。是，真的是保平安。那刚才说到我们的开灯夜，开灯夜就是打开之后，隔一天我们就真的要来开龛门。对对。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开龛门的现场状况。龛是庙宇或居家中安奉神祇的木质工艺品，基隆人将开鬼门尊称为开龛门。意为将老大公神格化，展现敬重之意。国历8月19日，农历7月1日下午1点，基隆老大公庙举行开龛门仪式。为了防疫，老大公庙四周也进行人流控管，管制进出祭典现场的宗亲会及民众人数。在执行3献礼之后，老大公庙主委奉上装有龛门钥匙之锦盒，
由市长林佑昌将锦和交给轮值主仆的联信会执东白姓同姓宗亲会代表国策顾问童勇，然后由童勇写下开龛门的时辰和姓名，手持钥匙在市长林佑昌与市议会议长蔡望莲及执东白姓同姓宗亲会理事长陪同下，将老大公庙龛门打开，象征迎请先灵走出冥界，到阳间接受普渡，也宣告长达一个月的中元祭正式展开。五、四、三、二、一，吉时到，请开启龛门。好，掌声，掌声鼓励，掌声鼓励。咱家人的中元节，伊代表的，就是咱家人人诚心祈福、团结合作，然后共创未来啊的很重要的一个科仪。啊，为一百六十六年进前是安尼，今嘛是安尼，未来嘛是安尼，所以这代表着咱家人祈。所以正值今年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我感觉今年的中元祭更加的有意义，也真希望咱家人人一个月心心心意来祈祷，来这个来祭拜咱所有的这些老大公好兄弟，要祝福咱今年在座好朋友吼，武汉肺炎的期间，因为咱中元祭的祭拜。真的就是要平平安安哦。当然，我们说到的开龛门，其实还有之前的一些小故事，我们要请李道长来跟大家分享。以我小时候哈，听我祖父哦，他们讲到之前呢，在那个旧祖母坛的时候，早期了，就是早期了一百多年前的时候，他们要开龛门的时候啊，是那边旁边有个牛仔街。啊，那个老大公那些那时候有也是在那边呐，啊，后来是又都跟的时候，他移到现在的县址的老大公这边哈。以前要开龛门的时候是用那种人工过国抓哦，啊，国家的鬼门关，啊，就是由道士的或是哦，就是啊这个和尚啊师哦师傅这些在那边诵经诵咒念咒，啊就哦。这个仪式好了，破那个丰都城，啊，就把这个鬼门啊，好像不管是用剑也好啦，或用那个法杖也好，把它踹开，啊，让那鬼门开，啊，这样子仪式说哦，开鬼门。啊，现在变成因为老大公庙，我们现在已经都建造着一个很庄严的一个庙宇了，啊，就变成用龛门神格，把老大公神格的，能够神格化就对了，神格化。好啊，就现在就直接用钥匙开，早期跟现在开就不一样的开，也是开了，是说那个物品不一样开，是以前用用抓狗的，要用法器哦，然后点破，啊，现在是用钥匙插进去，什么它开出来了，那就门打开，就那种开开门的意思。对，哎，真的都不一样哎，可以看到。背后的精神意义是一样的，就是要邀请我们的一些好兄弟们可以到阳间呢，接受大家的供奉跟敬仰。好，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我们的树灯糕跟送灯祭献，最后呢就到了我们主普坛的开灯放财。树灯糕是在普渡之前相当重要的仪式，用意在邀请天上诸神前来见教，共享成果。并招引四方孤魂返回阳间接受孤食。灯糕的高度愈高，代表可招引来到的好兄弟愈多，对主仆姓氏愈有利，但贡品相对要准备够多，犹如现今之发请帖，邀请好兄弟于十五日夜间接受阳间人们的施仆。
农历7月11日早上7点，树登高仪式首先在主蒲坛进行，在主蒲坛两侧竖立的竹子系上天灯及地灯，白天升起天灯昭告神明来见教，晚上则改升起地灯，只因好兄弟返回阳间共享孤食。农历7月10日和7月11日这两天，中元祭科仪祭典活动进行送灯献敬，法师由庆安宫出发，依各斗首、各姓宗亲会理事长及炉主名册的顺序，一一到各家府上送普渡灯，主家被相案相迎，法师诵经献敬，为主家赦罪、添福，祈求平安，带来好运。这些送到各姓宗亲会主委、理事长及炉主等人的普渡宫灯，接着将参与迎斗灯、放水灯游行及主普坛的普渡，昭告好兄弟一同来参与普渡。农历7月12日晚上6时，于基隆市中正公园上的主普坛进行中元祭主题演出及开灯放彩仪式。首先由道士念经施法敬坛，在主普联信会址东白姓同姓宗亲会以及市长林佑昌、市议会议长蔡望莲带领各姓氏宗亲会代表虔诚祭祀后，正式开灯放彩，象征接引四方老大公以及好兄弟们到阳间接受普渡。哇，就可以看到一连串的科仪，最后即将要进入我们最精彩的部分哦。那刚才我们有说到那个送灯献敬，哎，这可是个大工程。我是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样的科仪仪式，哎，啊，李道长。刚才有那个树灯高的仪式，就是说啊，天灯是照耀啊，告知天神地奇嘛，说这边基隆是在做办喜事，嗯，啊，加求众神来赐福，啊，趁今年的疫情哦，也会求众神。来解除哈，帮忙解除这疫情的瘟疫的这种事件，让我们台湾能过得哈比较好的生活。啊，再来地灯就照耀水路的孤魂野鬼。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送灯献敬呢？送灯献敬，每个姓氏不管他是有什么灯手，像我们李姓族谱，我们有个天官手，哦，还有有的时候那献地手。地官守、人官守、水官守，又玉皇守，啊，不管是谁担任的，啊，我们道士团就会有在农历的7月11号树登高这个仪式结束后，会挨家挨户各姓的这灯头灯手就对了，叫木制的那弯形灯，那个灯手的意思说，即趴的代表他们的族群的融合，也是代表公王公哦，像我们李氏有一个天官守。这个斗手就是我蛮雕刻哦，蛮精致的那木头的那个斗灯，这代表我们的元辰灯啊，代表说这个姓氏可以哈，能够挂点绵绵，一代传一代啊，这样传承着下去，让它兴旺起来啊。那上面还有一个一把元辰会的对吧？元辰灯的火苗啊，然后不要让它熄灭啊。为什么会去给你听头也好，还是讲要去中心会回馆也好，你听头的心明哦。小军姐姐哦，小军哦，妹妹，你这次有参与这个中元祭啊？我有担任这个天官守，比喻哈啊，我就去道士团，我要去你家的那天新兵讲，告知你的众神，告知你的祖先，说我们家的小军哦，你们家的小军哦，担任这次的今年的中元祭，也要有出钱出力啊，为市民祈福啊，这是一很大的功德啊，这献灯。献供啊，去他们家的这个，禀告他们家的家神，意义是在这里哦，啊，是这样的意义。然后到了12号，7月12号，主普坛会开灯放彩，这从一开始到现在就有了。他会提前的普渡的，提前的3天或5天，就把那个主普坛的灯全部都打开，
是刚才我说的是照耀水陆顾问大饭店，就对。对对，要让给他们正式营运。对，正式营运，就是这个意思。欢迎大家。对对对。对，那刚刚说到的那个开灯放彩，其实我们的文化局每一年呢都有精心的节目在里面，因为就是要把这一次的主题展演给呈现出。那最主要呢，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呢，中原记的由来。所以每一年呢都有不同的主题元素在里面。对对对。那我们要请局长来跟大家分享哦，2021年的基隆中原记的主题内容。我刚刚听了道长讲的哈，觉得基隆人真的是非常的有智慧跟慈悲哦。就是我们会在一定固定的时间内，然后邀请所有的以前大家听的好兄弟哈，就是老大公来啊。那有一段时间我其实不太了解，就为什么在其他地方称为好兄弟，然后在基隆称老大公哦。我其实有一段时间不解哦，这发现真的是基隆人的智慧哦，因为我们把好兄弟神格化了哦，就是我们把它当作神一样在祭拜跟尊崇哦。那所以刚刚看到那个开龛门啊，我其实也曾经很惊讶过哈，它真的有一道门啊，我们大家都听到鬼门开哈。都充满了想象。我以为它只是一个形容词而已，就没想到它真的有一道门，而且还用钥匙把它打开。我看了以后也是非常的那个大开眼界哈。那每一年的中原祭，就像刚刚道长讲了，我们祖普潭大饭店要开启之前，我们其实会有个开灯放彩的仪式哦。那这个仪式呢，其实是昭告所有的老大公，欢迎大家来基隆，让我们请客哦。那这一段时间内，可能大家各姓氏都会有普渡，所以欢迎大家来享用就是民间的供奉哦。今年呢，我们的演出的主题叫做齐心展心共愿心未来哈。我们这几年常常会用了一个心未来的这个概念哦，主要是我们希望能够结合中原祭常见的北管的音乐哈，就是传统的音乐，然后加上西方的管乐或是电子音乐这样的事情呢，来呈现一个族群跟包容的一个想象哈，然后用古今对话的共演方式，来希望让中原祭这个件事情能够一代承接一代啊。那今年邀请到的乐团有丝竹乐器的乐团采风乐坊。然后还有全球 DJ 赛冠军，那加上台北乐府的乐旗艺术团等，他们会大概从侵华战争时候的时期来揭幕哈。那也就是我们一开始从中原祭传承开始到现在的一个时代的演变，来做一个共演跟共创的一个形式哈。那描绘出基隆多元的一个面貌。那我想在开灯放彩就是农历7月12号，也就是8月19号当天晚上啊，在祖父坛前面会有一个非常精彩跟热闹的表演哈，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待在家里面看我们的直播。对，真的就是要线上收看哦，因为非常的精彩。那刚才我们说到，其实这一场展演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古今对话的方式演出。那由侵华战争来揭开序幕。而说到侵华战争，一定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基隆真的是非常的博爱，非常慈悲。在异国灵情的部分，就特别呢有准备了这个侵华战争纪念园区的普渡，你可以看看。法国在台协会与军人代表分别献花致意。侵法战争纪念园区原是侵法战争的战场，侵法两国官士兵在战役中死伤惨重，因此在这里辟建公墓安葬异国军魂。每年中原祭期间，地方民众举办隆重的祭祀活动，准备外币、红酒及法国面包等西洋祭品，希望战死异乡的外国好兄弟也能享受阳间的供奉。啊，因为哦，每一年我们的祭拜是在1884年那个时代，侵华战争，清朝跟法国的战争，啊，战争的地点就在我所站的地方。家就是叫大沙湾甲二沙湾，
啊，因为这个战争啊，引起真多这个两兵的这个战士的伤亡，啊，尤其啊，法国兵啊，差不多有四五百个啊，带离咱这，哎，法国公帮的，啊，咱这这个民族英雄帮，就所带的是清朝的兵，啊，那么因那是来维护咱这个台湾的安全，来保护台湾，所以咱在这个每年的七月时啊，好多年中间。啊，咱就是来个祭拜。啊，代表人间在拜哈、哦，这个多元化的这个族群融合啊，哦，我们是很高兴，那、我也来了好几年了啊。啊，您继续下去多说，像你这些先人保佑我们大家平安哦，啊，国泰平安，哎呀，金融会更好。金融同源是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以平大家的族群的纷争，然后促进族群融合。最重要，我们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哦，不管各国的人来到基隆这块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同样用着慈悲，的心来对待他们。所以基隆的中原祭的地点跟其他县市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除了一般的普渡以外，我们其实对于各国籍的一些在这里有发生过不幸事情的人，我们都一样有敬畏跟一个怜悯的心哦。虽然我们外国的朋友客死异乡，但我们在中原祭的时候还是没有把他当作外人，都跟我们兄弟姐妹一样在祭祀他，来抚慰他们的安宁，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我们也感谢文化局大历史场景哦，这个地方以后会发展一个历史古迹的地方，像这个里宅、下官宿舍，然后化为公墓，然后串联到那个亚太司令部去鹫鹫山指挥所，这一串都是历史古迹哈，所以以后我们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哈。到了焚烧纸钱的时间，地方准备了欧元，还有两艘法国船，烧给法国王陵，表示对异国灵情展现共存融合，也让民俗宗教活动别具意义。这也是在基隆中原祭期间全台唯一跨国际的祭祀活动。可以看到我们基隆人的族群融合，把中原祭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哦。我们要请道长来跟我们说说，其实这样子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先来占领我们台湾，其实我们基隆人全部都拜哦。早期啊，也是民国啦，也是这个异国哦陵寝啊普渡的仪式哈，祭拜仪式，也是在上一轮振兴中心会哦，那也是由那个郑锦州哦理事长啊就配合啊，就那时候也是我在主法的啊道长啊，那时候那一年还是民国91还是92年的时候，91年啊，那时候就不然就在研讨说日本神社还有法国公墓啊，就有那个族群大融合啊，这样的时候呈现我们基隆哦中原祭哈100多年来的那种啊，为台湾哦，说那时候是说台湾如果封到外国去就是台湾之光了，哦，真的就这样子啊，就好大家他们都振兴他们自己这样讨论，那就多了一个法国公墓哦，在那边呢祭拜的仪式出来啊。就演变就这样10-20年了，这是蛮那基隆人蛮可爱的，对宗教啊，宗教真实是一个很可爱的地方，一种教义在啊，就是说基隆人也是说，不管你是先来占领台湾的，然后以前有西班牙哦、法国人、荷兰哦，还有日本，啊，再来就是我们的政府在台湾这样经营的时候，不管你是先来后到。我们都是一视同仁，基隆人就是一视同仁的那种心境，啊，也是算他们是先贤，啊，来祭拜他们，对，哦，趁着中原祭的时候再祭拜他们，反正就是跟着时代的滚轮走啊，对，所以这个法国在台协会其实呢，局长是不是他们每年都会打电话来说，你们的那个普渡是什么时候？连续几年来啊，法国在台协会的代表啊，也就是他们处长啊。
每年都会亲自来参与这个活动，那可见这个基隆中原祭这个悲天悯人跟国际化的一个祭典哈，是很受到赞扬的。那这个附近，因为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大沙湾的一个文化园区的一个重整哈，所以法国公墓也在这次的整建里面。那今年呢，就因为疫情的关系，加上整建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在那边举办一个异国的一个祭拜的活动哦。不过在这个之前，其实法国代表处就已经打电话来询问哦，他把它列为年度重要必须参加的一件事哈。那我想在那个地方，我们今年底整个完备跟整理完以后啊，这个侵法战争的文化园区一定会有别有一番的风貌。那我也已经去函给那个法国在代表，希望他在我们整建完毕以后，能够来到这个就是法国公墓的现场给我们指导哈，也看看我们为曾经在这里发生战争罹难过的一些将士们所做的努力。是，真的很令人感动哦。那一样是族群融合，要带大家来看看哦，这个引斗灯的精神呢，也可以在这里面展露无遗。下午2点，引斗灯队伍集结在信义路和义二路口，首先由义二路出发到觉秋宫，接着绕行到中义路的城隍庙，再到庙口夜市内的电击宫，最后抵达终点站庆安宫，将斗灯安放在庆安宫内。斗灯分有天地人三斗，分别代表天地人三坛，天坛雕有仙界传说，地坛雕有杀戮流血典故，人坛雕有忠孝故事。斗内放置白米，祈求五谷丰收。最上层有凉伞，有庇护的作用。七星剑辟除不祥，代表正气。铜镜象征生命的无限灵光。剪刀是辟邪祈福的法器，尺可度长短，秤代表公正，莲花灯象征生命，也是各姓宗亲会的元神灯。而在道教科仪中，铜镜、剪刀、尺和秤还各自代表了玄武、朱雀、青龙与白虎。各姓宗亲会斗灯都有百余年的历史，又是各姓宗亲会的元神灯，象征该自姓的生命力，所以都特别小心保存。安奉在庆安宫的各姓氏斗灯点燃后，在中元祭期间不可熄灭，以求往后的平安与好运。而引斗灯绕境，除了看各姓宗亲会的斗灯及花车外，更有全台湾少有的子弟班乐团，在绕境游行途中交换阵头的交阵习俗，基隆特有的聚乐社、德义堂两大北管团体，走在各姓宗亲会前面，奋力演奏，相互较劲。当队伍行进至旭川河口与旧主普坛位置时，双方阵头相互礼让，交换位置，传达尊重。这也是引斗灯必看的特色。哇，这就是我们的引斗灯哦。不过今年因为碰到疫情的关系，是不是在仪式或人员变动上有一些做调整呢？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宗亲会哦。照理说，因为今年的疫情哦那么严峻的之下哈，又配了政令啊，中央政令，我们地方政府的政令啊，就变成这个。打工的这么一族啦，十组嬉皮服务都没有邀请，都用车友的。照理说，应当我们的族谱理性中心会在那个车友的那种花车上面，会放这种南北管那北管的这种音乐，哦嬉皮的音乐、葫芦的音乐、祭乐社的那种乐器打法，还有再来就是这个嬉皮的那德义堂的这种乐器的打法啊，来在那个旭川的那边也是用那个音乐来。代替交阵的那时候的仪式在了，这会这样，应当是会这样子做，哦啊，如果这种像我们这中原祭的这种起源科仪啊，就是说，早期就是也都是哦先来后到来台湾的嘛，
啊，有的是先来讲哦，海墘啊，哦，有资源较济，啊，有的去山顶种菜资源较少，都是利益冲突啊，就变成张权械斗的，啊，就以后来都大家出来用四声说，啊，就甲讲讲的卖安冤家啦，我拢伤亡七百空几个啊，啊，拢少年人死了了，老伙也无死，也嘛讲唔好冤家，就以种哦。啊，那个阵头来代替拳头啊，当然就来在人家老爹嘛，人家老爹都也这样子，他们就是为了这样子利益来伤亡啊，奏刑啊，我们要给送个金啊，才会被有这个科仪啊，在演变的话，167年前啊，就聘请道士啊来这个做这个中原祭的法会，好，按照中原祭的法会，当然就是说要普渡嘛，啊，普渡的时候，那小普渡大部分都一盏香一炷香。大普渡之后两三个小时，啊，都会摆着一些阳间的这贡品，啊，妈，我咱等你讲啊，咱来马金来讲啊，你妖怪金来提一只号，提一号锅啦，普渡那就是号锅的意思。哦，原来如此，号锅就是这样来的。紧接着呢，就要带大家来看看哦，其实刚才说到普渡，当然就要看我们的主普坛，还有我们的放水灯游行，加上我们的放水灯。主普坛是中原祭主要的祭祀场所，也是中原祭期间孤魂野鬼的暂时栖身招待所。所以坛前除了设立孤棚、三界法坛外，还有以纸糊做成的铜龟所、翰林院以及沐浴亭等，提供无主孤魂过夜休息与沐浴更衣的人性化空间。而一旁供奉的大士爷则负责坛前秩序，神有宣，鬼有归，自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每年基隆中原祭放水灯花车游行，基隆市区总是万人空巷，宛如不夜城。不过今年受到疫情影响，中原祭放水灯花车游行改以车队绕境祈福，不邀请表演队伍参与，不设观礼台及观众席，也不进行市区封街，改采弹性交管。市长林佑昌特别颁赠匾额给今年轮值主普的白同性宗亲会。夜空中释放绚烂的烟火，基隆港内船只喷水鸣笛，共同启动今年的中原祭放水灯绕境祈福活动。各宗亲会水灯陆续往望海巷移动，在道士带领下，隆重的祭拜仪式昭告好兄弟，准备将塞满纸钱的水灯头送入海中。今年轮值主普的水灯头长36尺，宽12尺，相当壮观。受梅沙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望海巷一带掀起大浪，基于安全考量，主普水灯由大型吊车缓缓吊起，放置海上。各自信宗亲会水灯依序下水点燃，招引海上无主孤魂返回陆上阳间接受普渡。水灯头陆续在救难人员协助下推入大海，但这次风浪实在太大，释放水灯头困难度高。释放水灯，相信诚心胜于一切。民间认为，水灯头是为溺毙在水中的孤魂照路。相传，水灯头漂流越远，引渡的海上孤魂越多，该姓氏子孙今年就越兴旺。可以看到这个跟着时代前进，我们的放完水灯之后还有烟火可以看呢。那当然放水灯大家来看的就是各宗亲会的水灯头，每一家的水灯头近年来就越做越精致。我们要请道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还有王船上面会在放这样水灯？对对，早期是13号云朵灯，朵灯呢是用木雕的，对，展现我这个姓氏，我们这个聘请的木雕师傅的雕工的艺术。哦，正头代表拳头，刚才要讲。嗯。但14号放水灯呢？以前都是水灯头，外面的水灯头哦，放水灯哦，就是莲花灯啊，或者小的灯花哈，这样子就放水灯。就放出去。只有基隆比较特别，它的水灯就是好像一个房子。房子。然后就装饰的哦，很漂亮。哎呦，以前那房子上面还有有些小人物贴在上，小人物这样子。啊，现在。
LED 灯都有，对，都有，什么灯都有，现代化的那种电灯的都装进去的。早期我记得我们15年前我们李姓族谱的时候，水灯头也是水灯头，可是下面哦用个大莲花啊，就是水灯头放在莲花上面这样推出去。啊，后来不知道又10几年前，不知道哪个县市，它是水灯头哈，下面就放个大只的王船，这样子船这样子推出去，说哎，这这样也会比较平稳啊，因为哦那时候是藏讨的啊，比较大的哦这种面积体的时候，这样推出去也比较哈安稳，不会说马上就啊翻倒下来这样子，是也是近代的时候才演变的，这样有王床上面放水灯头，啊，大部分王床上面放水灯头都是族谱姓啊，族谱姓的时候那一姓会有这样子的纸糊的这种船。啊，大部分的连姓的斩破家哦，随着在各姓的，他们都是以国里哦最重要国公国家税的对吧？那展现说我，你看我们的水灯头，你看，要照耀给孤儿野鬼听，我们也是很漂亮的这个房子啊，来邀请他。其实那水灯头是就是我们现在的那路灯一样，晚上的路灯，那照引海上的这落海的这哦孤儿野鬼。啊，随着这个火势火光。啊，慢慢的游到上岸来，啊，再有道士的那个孤魂欢，好引导到祖普坛，等候明天要大普渡，啊，可以享受阳间的美食。大家讲，当然叫来好歌了，叫来吃物件。是，那所以这个放水灯就是在我们的望海巷，其实每年都吸引了非常多的民众来参与。不过今年因为碰到疫情，也做法也有些不同。那早期也不是在望海巷，早期在我们在那个就是在我们。那个城隍庙的正对面的基隆港哦，在基隆港哦，哇哦，對好，反正今年一样是在望海巷嘛，所以我们要请局长来跟大家呼吁一下，民众要注意哪些事项。我想那个放水灯的施放呢，这几年都吸引非常多的民众来参观哈。那确实，刚刚像道长讲的，他其实是传达一个讯息哈。另外一个民俗专家讲的是，其实它是一个像海上的孤魂放一个邀请函啦，就是邀请他们第二天来基隆吃那个中原普渡这样的概念啊。不过我也刚刚也提到说，今年的疫情非常的严峻哈。那虽然才刚刚解封，下降到2级啊，不过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家看直播哈，那不要到现场去哈。那直播的那个所有的那个场次，我们其实都会有，就精彩的镜头，你们在家里面看得更清楚哈。啊，也呼吁大家，不要到望海巷的现场去看放水灯，那在家看你反而更清晰、更清楚哈。那也避免群聚的一个困扰。是，所以有任何想要知道讯息，其实都可以上我们的文化局网站来查询。那今年度很特别，就是让大家在线上就可以轻松来参与我们的宗教盛事，我们的基隆中原祭哦。那说到这个中原祭，最后当然就是要普渡啊，紧接着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我们的金松宴，还有送孤跳钟馗。金松宴公普三连桌正式登场，分为荤食、素食。跟西洋食，满足各族群好兄弟的需求。现场还有搭建三界坛及道士坛、大士爷、翰林院、同归所、沐浴亭等纸糊祭品，以及各式贡品。法师引导主普宗亲会绕行祭祀供桌，清净祭品。接着法会正式开始，法师挂榜后。用朱笔签押，让人了解法会内容与意义，昭告四方孤魂前来听经闻忏，也为孤魂诵经超度，并施行放焰口。由于恶鬼受食时，食物入口即化为火炭，无法下咽，放焰口即是施法解除火焰，让好兄弟可以顺利进食。晚间11点。为了避免四方好兄弟在听经闻忏与普施抢食后还流连忘返，必须进行跳钟馗仪式，扮演镇鬼之王的钟馗口念咒语，并拿起由符纸捆成的草席拍打地板，去除煞气，恢复地方清净。
跳钟馗是为了不让好兄弟滞留不归而采取的强制驱离。跳钟馗仪式完成后，最后要燃化纸扎的大士爷、金山、银山、纸钱等纸糊贡品。大士爷有观世音菩萨化身之称，主要任务在镇守教场秩序，掌管众鬼。12点左右送往望海巷焚化，传递到另一个世界。至此，虎度祭典才算圆满完成。圆满完成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农历八月一号的交接守路，还有关坎门。那今年的中元祭没有停办，一样是照常举行。我们要先请局长来跟我们说一下今年不一样的措施。刚刚除了我提到过的，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直播的以外，其实在一般的科仪之外，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新的一些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文创的一个想法哈。像你现在大家看到的爆米花，我们去年我相信应该很多中青都有收到我们的平安乖乖哈。今年延续去年的一个想法，我们有个占卜的礼品叫做平安爆米花。那今天大家是抢先看哈，因为刚刚到货哈。然后除了这个以外，还有防疫的酒精组哈，就是中青会的中青就希望他们能够多消毒哈。那这些是今年新的一个措施。那也请大家锁定我们的直播哈，脸书那各个平台，我们会这些您现在看得到的东西，我们都在这里面进行那个抽奖的一个赠送哦。所以大家也锁定脸书，然后观看我们所有的活动。是，所以记得要收看哦，因为这些小东西、小文创商品都要送给大家。那中心会当然也有准备哦，道长。今年理性中心会哦，也有准备一些壶壶啊，有招财壶啦，或是平安壶啦、身体健康壶，还有男女朋友啊，姻缘壶啊，爱情壶，还有风调雨顺壶，对，爱情壶，还有文昌壶，还有这些招财的。钥匙圈，招财虎的钥匙圈，多带鞋在身上。对对对，可以啊。如果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去询问我们理性中心会啊，然后网站。然后就去索讨啊，谢谢。是，所以今年的中元祭非常丰富，而且我们改成线上，大家都可以直接在线上跟所有的中青会来空中来参与这一次的中元祭。那当然不要忘记有非常多的文创小品要分送给大家，欢迎大家一块来参与。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我也需要喘口气啊，我快撑不下去。1966，我是个案管理师，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你偶尔会需要出差，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200元，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没有人照顾，这很棒哎，谢谢。
吃料煮吧，来，好啊，我领，走，小心要小心。明天。哎妈，妈，妈怎么了？妈怎么了？哎，妈，哥，你赶快打救护车，救护车！在1966的协助，从赋能照护服务的协助，以及我的高血压、高血糖，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都一一得到了帮助。现在，我要跟我的孩子去庆祝喽。这样就好了。对啊，哇，哎，都给你帅就好了。其实。